注意来听，伊个总分，咱继续看676页啊。那么今仔日吼由后边第四章才开始。咱顶一回呢有讲即个性性的差别那么即个性性的差别呢？当然在人道内面有分这三种搁在呢欲界天嘛分这三种色界天嘛分这三种搁再来呢就是即无色界天那么伊讲有无色界中有三性性。在无色界当中也是有三种这个殊胜的果报殊胜的生命那么一无量相天性第一种是属于无量相天这个无量相天就是指这个天那么因本身的相是无量的，那么的知空无边处天，啊个色无边处天，因为伫空无边处天呢，因遮的天人拢总是观察虚空无量无边那么若是到色无边处天呢，遮的天人呢，就是观察色。无量无边安尼，所以讲叫做无量相就是因的相是无量的因的分别、因的观察的心是无量的。为什么讲无量呢？因为所观察的境界是无量，所以连观察的心嘛无量。唔只讲叫做无量相安尼所以无量相天就是指空无边处天，啊个色无边处天。今仔日伫这两个天得到生命体，就叫做无量相天性搁在二无所有相天性这个无所有相天性呢，就是指这个无所有处天。因为伫这个无所有处天内面因的分别殊未观察呢。就是唯独观察这个无所有观察这个无所有。为什么安尼讲呢因为头前是观察虚空无边、色无边不过呢，伊到尾啊，那是将这个虚空无边、色无边这种的想法甲放弃了后，伊阁要来攀缘一个所缘境界。迄当阵呢，伊就观察无所有因为离开虚空、离开色以外，并无有一个所缘境可得所以呢，伊就归去观察无所有那么这种就叫做无所有相所以今仔日生来到这个环境呢，就叫做无所有相天性。搁在第三非相非非相天性。这是第三种的环境，就是指非相非非相处天。今仔日伫即个天的环境呢，那么因的分别心是无有迄个粗浅的分别，所以讲叫做非相就是头前即所有的粗浅的分别，伊拢总无啊，拢总甲放弃啊所以讲叫做非相。毋过呢？伊还佫有一个微细的相，吼，佫有一个微细的分别。那么这个微细的分别呢，就干那分别一个无安尼尔，所以因为还佫有一个微细的分别心，分别一个无的境界，以无作为境界，安尼，所以讲叫做非非相，这意思是讲伊无粗浅的相，毋过呢，还佫有微细的相。那么今天来到这个环境的果报就是非相非非相天性所以无色界有这三个环境是四个天不过呢
啊，那根据啊现在啊，即所甲咱讲的，就是由这三个角度啊，甲分作三个种类，啊，安尼。搁再来呢，哈、啊，自心世间差别者，啊，这个生啊生的差别呢，第五种，就是自心世间差别。那么这个自心世间差别什么意思呢？那是讲位于十方无量世界中，有无量有情无量生差别应知啊，真简单啊。因为头前是根据三界的角度来给咱分作讲，咱众生得到果报体的三个环境。啊，也是讲以五处的角度来分辨呢，吼、哦，咱众生得到生命体有分成五个所在。啊，啊，那是以四生来讲，啊，咱众生得到生命体的方向，啊，都有分作啊，胎生、湿生、软生、甲化生。啊，啊，那是以处所来分辨呢，啊，三界都有五十八的环境，啊，会当互咱得到生命体。啊，如果那是以性生哈、啊、来分别的话，啊，的欲界有三种，啊，欲界的人中有三种，啊，啊，欲界天嘛三种，啊，啊，色界、无色界呢，哈、啊，嘛个别呢有三种，啊，所以这拢是以啊，以呢哈、啊，根据哈、啊、无同款的角度，互咱了解讲，咱得到生命体哈、啊、有种种的差别。那么现在这个自心世间差别呢，啊，就真规矩甲咱讲，在十方啊无量无边的世界当中，那么咱呢啊无量无边的众生，都有无量无边得到生命体的方向。啊，意思就是讲，伫十方世界，因为十方的世界呢是无量无边的。啊、哦，那么在无量无边的世界呢，哈、哦，当然咱也是生起到某一个世界，啊、哦，咱就底下得到一个生命体，啊、哦，好比讲咱啊讲起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哦，那么呢，咱就是伫极乐世界，啊、哦，得到一个啊殊胜的生命体，啊、哦，啊，那是去到有殊佛的国土，啊、哦，就是呢，啊、哦，迄嘛是一个差别。啊，就是伫有殊佛的国土啊，得到一个啊生命体啊，所以十方有无量的世界，那么呢啊，就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伫只无量的世界当中啊，得到啊无同款的生命体啊，所以这就是自心啊个世间的差别，这范围呢，得个愈宽。啊，得愈宽啊，当然呢，就算未清嘛啊，所以我们才讲叫做无量。啊，所以以上就是指生的差别，啊，由无同款的角度，互咱了解讲，咱所得到的生命体，啊，有无量无边的差别，啊，搁再来呢，哈、啊，第二，啊，生见心者，啊，这个见难心苦，啊，意思就是讲咱众生。在这个世间得到生命体，啊，其实呢，啊，是非常的啊艰难，啊，非常的辛苦的一件代志。所以讲呢，叫做生见心。啊，那么这个道理，啊，又个安怎解说呢？啊，伊讲如薄伽梵说，逆定中也，啊，低频生数。心会流注各数大海，伊家首先得因佛伫经中讲的话，啊，来互咱了解。其实咱每一个众生，啊，伫这个世间安尼不断，啊，生死轮回，啊，是非常的辛苦，啊，啊嘛非常的艰苦的一件代志。啊，那么佛就伫经中曾经为遮听法的佛弟子讲。啊，讲逆定，啊，就是讲恁家的凡夫，啊，恁家的众生，啊，那么在无量劫以来，不断的伫生死的环境下，啊，咧奔波，啊，伫生死的环境下咧走动，
这个低频呢，就是造庄的艺术啊。那讲马啊呢，马啊伫这个哈、真空旷的所在咧走，安尼叫做低频。啊，那么今仔日咱每一个众生，都、就是伫生死世间的环境下不断的奔波啊，安尼。那么咱身上所流的血呢，是超过啊数大海。啊，为什么安尼讲呢？啊，咱身上流的血是超过数大海呢？啊，伊讲所以食河啊，为什么呢？啊，当然头前先记这个啊，佛伫经中所讲的话啊，佛呢就安尼甲咱讲啊，恁家每一个凡夫，每一个众生啊，无量劫以来哈，伫、世间生死安尼轮回不断啊，其实呢啊，身上流的血呢？啊，那综合起来是超过数大海的。啊，那么为什么安尼讲呢？啊，这个佛伊得阁继续解说。啊，伊讲呢，逆定中亚，学生熊、马、德、驴、牛、羊、鸡、鹿等种动物中。啊，就是因为恁过去，啊，过去呢，啊，无量劫以来。曾经呢，啊，捌生去做象，生去做马，啊，啊是生去做骆驼，啊，生去做驴啊，做牛，啊，啊做羊，做鸡，做鹿，啊，伫只种种的，啊，生命体当中，啊，去得到一个果报，啊，那么这个种动物呢，啊，就是指同类的叫做种动物，啊，比如讲咱去做象。啊，咱若做象呢，就跟象是同类的；咱若是去做牛，啊，就跟所有的牛是同类的，迄叫做种动物。啊，安尼，佮再来呢，吼、啊，逆定以彼得彼，啊，足节心诸之分，令逆心会，啊，及得留住。啊，就是讲呢，啊，阿林家。的凡夫，因为过去呢，曾经捌做只的动物，那么人来了解做动物呢，啊，就会有受到去互人抬，啊，的一种命运，啊，因为动物呢，啊，大多数拢总互人抬，啊，作为人的食物，啊，所以讲呢，就是因为伫每一生，啊，每一生呢，啊，来讲大多数拢做动物。啊，那做动物呢，就去予人这个足节，啊，足节，这个啊，身上的脂分，啊，这个足节呢，啊，足就是指用刀啊，啊，安尼，啊，安尼剖，啊，用刀啊安尼剖，啊，迄、那个叫做足。啊，那节呢，啊，节就是讲甲挂予长，啊，安尼挂予长。啊，那么足节什么所在呢？就是先祖之分、啊。好比讲今仔日啊，那要抬牛呢，啊，抬好死了后，啊，将伊的啊四肢卡斩好断，啊，斩好断了后呢，吼、啊，啊，佮这个肉体啊，佮啊佮吼铺做一块一块安尼，啊，迄、那个就是足节先祖之分。那么当然，哈、啊，那咧抬动物的时阵，咱来了解哈、啊，这个刀啊剁入去，哈、啊，身上的血就流出来，啊，安尼，啊，不管是抬任何动物，哈、啊，拢总会流血，啊，那么因为咱每一个众生过去呢，哈、啊，那么拢总哈，捌伫个这个三恶道，啊，安尼流浪嘛，所以呢，嘛有真济处所是生来到畜生道当中。那么畜生道当中呢，就会受到人安尼抬，啊，所以受到人抬了后呢，就会流真济血。所以因为无量劫安尼轮回不断，咱伫畜生道内面，哈、啊，得到生命体，啊，受人抬，啊，所流的血，如果呢，那是甲总共加起来，其实迄个所流的迄个血的量。是超过数大海，好安尼，啊，啊，佮再来呢，哈、啊，如以上定众动分中
人中有你。伊讲亲像咱每一个众生啊，伫个即个三恶道啊，伫即个畜生道的环境呢，啊，洪台所流的血是安尼。其实咱爱了解啊，伫人道当中嘛是相像。何必讲咱人啊？咱人呢，若是讲受伤啊，流血出来，当然有可能流的血无介济啊。咱若讲跋倒。啊，是去弄到啊，有一个空嘴流血。虽然讲流的血无介济，唔该咱来了解。那从无始劫以来，咱所得到的生命体啊，伫人中做人的机会，咱个加起来啊，啊，佮包括讲伫人中呢，吼、啊，若是讲有意外啊，有受伤啊，啊是讲呢，吼、啊，咱若是讲有慢喙齿啊，嘛流血啊，啊是讲呢，啊，若开刀流血，即。总中所流血也加起来，其实呢，啊嘛超过数大海。啊，为什么呢？啊，因为那是凭咱伫这个世间投胎的处所，其实要算就算袂清啊。啊，何况讲啊，这所流的血啊，那个综合起来呢，啊，其实是算袂清的，啊，算袂清的。所以数大海的啊，这个水的量呢，其实伊是有限量的。啊，有限量的啊，那么有限量的，就会当甲算好清楚。那么那是因为咱众生生生世世安尼流转不断的啊，其实因为伊的处所算袂清，所以呢，所留的血嘛，就算袂清，啊，毋则会当超过这个数大海啊。搁再来呢，哈、啊，有风逆定以中也中。宋是无量父母哈，兄弟姊妹亲属啊，这个世尊呢啊，伊个继续安尼开始，伊讲恁家的众生，伫无始劫以来啊，流转生死的过程当中，那么每一生呢，拢总会宋是啊，真济这个父母兄弟姊妹啊个眷属。因为咱每一个众生呢，吼、哦，伫这个世间得到果报体，吼、哦，啊有家己的父母，吼、哦，啊佮有家己的兄弟姊妹，啊佮有家己呢，吼、哦，亲爱的这些人。那么总是呢，吼、哦，无常，啊，无常的关系呢，吼、哦，这的亲属，一个一个拢会离开咱，吼、哦，安尼。佮再来呢，吼、哦，有福送是种种财宝，诸诸生机。除了这个亲属以外，咱阁会丧失什么货呢？丧失咱伫这个世间所爱的财宝，咱所爱的这种种帮助咱生活的器具。当然，这些物件呢，若丧失的时阵呢，吼，就令你以类及得留住，如前会量。咱今仔日呢，吼，那是讲父母往生去啊，吼，咱会伤心，啊，伤心呢，就会流目屎，啊，安尼，啊，啊，当然呢，吼，那流目屎呢，吼，啊，鼻水呢，吼嘛会顺顺安尼流，啊，那一个人咧哭呢，啊，一个人那咧哭，其实呢，吼，唔是干那流目屎尔，吼，迄个鼻水呢，吼嘛是会流，啊，所以讲鼻泪，迄个鼻就是鼻水的意思。啊、哦，那么泪呢，就是指目屎的意思。啊、哦，跟那个爸母往生啊，啊、哦，咱真伤心，啊、哦，会哭，会流目屎，会流鼻水。啊、哦，还是讲兄弟姊妹呢，往生去，哈、啊，亲爱的眷属往生去，啊，咱就会伤心，哦，啊，流目屎，流鼻水。啊，还是讲咱的财宝，啊，那是呢，丧失去。啊，何必讲呢？吼、哦，掉贼偷。啊，也是讲呢，地震啊，将厝毁坏，火烧啊，将财宝啊烧无去啊，当然呢，吼、啊、嘛是伤心流目屎。那么咱生生世世所流的目屎呢，当然啊，如果那个啊，总共加加起来啊，是超过数大海啊，就亲像头前所讲的，咱所流的血迄个量同款啊，安尼啊，搁再来呢，吼、啊。如火啊，以雷啊，当地啊，如是当地所应不入
机量用呢。亲像咱所流的血，所流的鼻水、目屎是安尼。那么人来了解，咱每一生啊，伫这个世间得到生命体的时阵，当然呢，那是伫这个红孩儿的时期，咱就爱啉这个无量。那么咱所啉的无量呢，其实迄个量嘛是同款，超过数大海。所以以上这个就是佛在经中为地主开示。那么目的呢，要显示什么？显示说咱每一个众生，其实在这个生死的环境是奔波不断，无量劫以来一直在生死的环境里面这样走中，这样得到果报体。当然在这个果报体当中呢，是非常辛苦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流血，流目屎，流鼻水，还在呢，还在啉无量。当然那是一个比如啦，比如说咱所受的生死，处所是算不清的。因为一生当中可以流的血呢，也是有限嘛。一个人体里面的血是有限的，要怎么跟四大海比呢？不比一，不过就是因为处所太多，所以呢，所流的血呢，就可以超过四大海。一个人一生可以流的目屎、鼻水可以多少呢？不要说四大海啦，就像一条河流呢，也没那么比一，不过呢，就是因为不断的受生死，所以呢，综合流的量就可以超过数大海。再来呢，我们所吃的无量也没说太多，也算得出来。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无量劫以来一直流转生死，那么生生世世所吃的无量综合起来就可以超过数大海。所以这种种的比如呢，目的要给我们显示说，我们就是在生死的环境这样不断走中。当然呢，生死就是苦，所以咱的生命体基本上呢，就是真困难，真困苦的代志，所以如是等类，生见辛苦，无量差别应知，当然，咱也是讲做动物啊，去用台，这嘛是苦嘛，也是讲做人呢，面对父母兄弟姊妹财宝的丧失，咱嘛是艰苦。个呢，包括种种，凡是伫世间，咱得到一个果报体，伊就必定爱受苦。那么这个受苦的处事呢，佫无量无边，所以以上所记的这种种的例，就互咱了解讲，咱众生的生命，伊其实就是艰辛，个在伊的苦呢是无量无边的。有这种种的差别，咱就可以来了解，所以这就是生的艰辛，再来呢，生不定者，继续来给咱说明第三，生的不定。那么生不定是什么意义呢？同款以基佛的经中所讲的话来为咱解说，伊讲呢，如薄客还说，假使处于大地一切大地所有一切草木根茎枝叶等皆为色调，如是之量，计算泥顶中也颠转所经浮表。如是众生暂为五秒，五亿中也暂为比秒。如是众生暂为五福五亿中也暂为比福这个分呢，伊伫经中就是为地主开始。伊讲呢，假使咱从这个世界大地所有在土脚顶生长的，包括草啊、
包括树木啊，啊，包括呢，这个树根啊、树茎啊，啊个树枝啊，啊个有呢，吼、啊，树叶啊，等等。凡是这个大地所生的一切的植物，吼、啊，安尼量看偌济，啊，量得足济啊，啊，那么咱个种只的植物呢？啊，唔管是即个草啊好，啊，还是树木啊好，还是叶啊好，拢总甲哈切做一块一块的啊，微细的条啊，微细的条啊，啊，然后呢，迄、那个微细的条呢，就亲像四枝枕头啊的长度安尼。哦，好比讲一丛草啊，哦，伊非常长，哦，啊，咱甲挽起来了后，咱甲切做一块一块，哦，啊，伊的长度呢，哦，差不多是四枝枕头啊，哦，排列，哦，亲像安尼四枝枕头啊，哦，排列的一个宽，哦，安尼，啊，那么安尼呢，哦，切做一块了后，迄个是微细的一个条，哦，那么啥物叫做条呢？这个条就是印度迄当阵啊，因用种种的物件啊，啊，甲切做一块一块啊，或者是用这个啊树树木啊，还是讲用种种的物件啊，啊，甲切做一块一块啊，起来作为计算数目的一个工具啊，迄叫做条。啊，好比讲这个树枝，啊，啊，咱那个切做一块一块呢，啊，啊，一块一块呢，当然量足济，啊，那么以此作为计算数目的工具，啊，那么迄个叫做条，啊，当然这个条呢，一块无介大，啊，敢那四枝枕头啊，宽尔，啊，啊，当然咱那从大地所有的植物，啊，拢个切做安尼。微细的啊条，啊，按那个那个看呢，啊，迄、那个量呢，就非常侪啊。因为大地所有的农作物，啊，大地所有的植物，干那量就算袂出来啊。何况讲佮佮切好微细，啊，安尼一块一块的条，那么量佮愈侪，那么就将只的微细的条呢，啊，来计算。计算每一个哈，恁家每一个众生在无量劫以来，哈、啊，那么啊，辗转哈所经历过的苦厄，啊，等于讲呢，哈、啊，咱每一个众生，啊，卡属以我本人来讲，哈、啊，我那从大地所有的这些植物，哈、啊，啊，甲切做哈微细的条。然后以这个微细的条呢，吼、哦、来做一个计算数目的工具，然后起来算，吼、哦，比如讲，当我行出街啊路，所看到的每一个众生，一个人甲分一块，吼、哦，为什么呢？因为这每一个众生曾经，吼、哦，在无数劫安尼生死轮回以来，拢总捌做过我的父母。啊，拢总捌做过我的爸母，所以当我伫街仔路咧行，啊，看到某一个众生，啊，这个众生呢，曾经捌做过我的啊母亲，啊，或者是呢，我曾经啊嘛捌伫过去时做过伊的母亲，啊，那么我就分一块给伊。搁再来呢，啊，或者是某一个众生，啊，曾经啊捌做过我的父亲。哈、啊，也是讲我呢，曾经嘛做过伊的父亲，那么我啊，得分一块给伊，安尼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迄、那个啊，迄、那个细条，就是要来计算数目的啊。那么伊使用的方式就是安尼，当你碰到一个人，你得分一块给伊，因为伊过去是跟咱有关系，安尼。哦、那么如是算计，啊，四枝两条，速可穷尽；二五不说逆定中也，所经浮表，其量边界。
咱若用即个方程呢，吼、哦、来甲计算的话，那么即块啊四肢跨度的即个轴呢，啊、哦，真紧就分了啊，啊、哦，真紧就分了。啊、哦，咱甲看大地所有的植物所制造的即个细轴，看量偌济。毋过呢，咱啊，哈、哦。将咱每一个所当着的众生，哈、哦，拢啊分一块给伊，其实呢，真紧就分了啊。啊，毋过佛陀讲，哈、哦，伊讲呢，我嘛无法度讲出，啊，咱每一个众生，啊，自从无始劫以来所经历的苦灭，哈、哦，那么伊的量到底是偌济？迄、那个边界呢是算袂清的，啊、哦，那么这嘛是要甲咱显示讲，咱其实。啊，轮回的次数太多啊！啊，所以呢，啊，每一个众生其实啊，曾经拢捌跟咱有关系啊。西方世界有每一个众生曾经呢，啊，拢捌做过咱的父母啊，也是讲呢，咱嘛捌做过伊的父母。所以从这无量无边的啊，这个四肢尽头啊，宽的细轴，那起来分。分予每一个众生，其实呢，真紧就分了啊。哦，啊，毋过呢，啊，佫有真侪众生是分无到的，啊，分无到的，啊，因为即个世间所有的植物制造的细条呢，其实伊还佫有限量。啊，毋过咱所经历的父母，哦、啊，咱是伫某一生，当然得到生命体，就爱有一对父母。啊，然后呢，搁在伫某一生，吼、哦，得到一个生命体，吼、哦，嘛是还佫一对父母，所以咱无量无边的生命体所经历的父母的无量无边，吼、哦，那么用这个细轴要来甲计算呢，是算袂了的，吼、哦，所以讲这个四肢量的细轴，真紧就发了啊，啊、哦，分了啊，啊，啊，要来计算呢，嘛是算会出来。啊，毋过呢，咱伫中亚所经历的父母呢，伊迄个量、数量的边界，煞包括佛陀嘛讲袂清楚，啊，因为太济啊，啊安尼，啊所以呢，啊，即个就是生的不定，啊，为什么讲不定呢？啊，就是讲咱伫即个世间所得到的生命体呢是无决定的，即、这个众生曾经做我的父母。啊，不过呢，有可能讲伫啊几世以后的轮回，我得做伊的父母啊，所以呢无决定啊，我这个生命体呢是无决定的一个代志啊。搁再来呢，啊，有佛说言，逆定幽情自所观察，中亚颠转，成就第一啊，集中有苦。金德究竟啊，搁在即个训呢啊，伊伫经中安尼讲啊，您讲呢哈，恁遮的众生啊，那么自己呢啊，观察自己啊啊，自己呢啊，观察自己啊，这是自所观察啊。那么即个伫中亚啊，中亚呢，哈、啊，无始劫以来，安尼颠转不断的生死轮回，啊，那么生死轮回的过程当中呢，啊，拢总捌有迄个第一啊，集中的忧苦，啊，其实呢，就是指生死大苦啦，啊，生死的大苦，就是咱伫这个世间所成就的第一的忧苦。啊，搁在非常重的忧苦。不过现在呢，啊，金德究竟，这种生死大苦，伊是有一个机会会当断除的，啊，会当消灭的，啊，会当卖搁在受这种苦，啊，所以讲这叫做金德究竟，啊，那么咱看这个注解哈，金德究竟者，啊，为处清净究竟涅槃故。啊、哦，就是指咱趋向一个清净的涅槃，哈、哦，究竟的涅槃。当然，在这个清净究竟的涅槃当中呢，啊、哦，就是从这第一集中的忧苦，永久给伊消灭，啊、哦，永久给伊断除。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讲啊，讲呢，吼，恁大家啊，大家吼，每一个众生，吼，每一个凡夫，恁家己详细去个体会，详细去个观察，吼，恁自己呢，无始劫以来，吼，所受的生死大苦，其实啊，今仔日呢是会当究竟的，啊，会当吼，加永远加断度的，啊，为什么呢？逆定动地。五欲承受如是大苦，因为你乃知影，我过去呢，啊，嘛曾经捌受过这种的大苦，啊，我曾经嘛捌受到这种生死的大苦，所以佛呢，啊，伊家只的佛弟子讲，吼，恁爱好好去观察，恁无量劫以来所受的，吼，迄个第一劫中的生死的忧苦。其实呢，今仔日是有机会会当甲伊消灭断除的。为什么？因为我过去嘛是受过这种大苦，不过呢，我迄种成佛啦，啊，我迄种啊，从这种大苦甲永久断除啊，啊，所以当然恁呢，啊，嘛是有机会会当断除这种大苦，啊，所以以此呢，互咱了解，咱所受的苦呢，其实伊是无决定的。当然，生生世世拢总是咧受苦嘛。不过这种苦呢，不是讲永久不断的修落去，伊是有得到解脱的一天，啊，伊是有机会得到解脱的，所以由此显示讲，其实是不决定的，啊，伊本身是一个无决定的代志，啊，又再来呢，哈，如苦乐永逆，亲像这个生死大苦是安尼，哈，那么咱应该了解，啊，快乐嘛是同款。咱伫这个世间呢，啊，所得到的生命体，啊，当然呢，哈，讲完全是苦嘛，哈，嘛不一定嘛，哈，嘛是有加减啊快乐的代志。不过这个快乐呢，嘛并无永久，啊，因为无常的关系，伊嘛是爱破坏，啊，所以呢，嘛是无决定的，啊，搁再来哈，佛伫经中个讲，啊，有福算缘，啊，五观大地无消处所可定。逆定中亚以处处所未经经受无量生死啊，就是佛呢啊，伊家只的佛弟子开始讲，我啊有真详细来甲观察这个大地，结果呢发觉讲，并无有一个所在啊，那么咱每一个众生曾经无伫遮受过生死的。啊，咱看大地的范围外扩，啊，好比讲地球，啊，地球的范围真宽，啊，啊，不过呢，啊，伫整个的地球、整个的大地当中，啊，若讲要找到一个地点，啊，要找到，哈，啊，好比讲要找到一块土地，啊，还是讲要找到一片的土地，那么呢，是众生，啊，每一个众生。啊，伊曾经唔捌伫遮啊受过生死的啊，那么是找无的。啊，意思就是讲，啊，伫整个的大地顶端，啊，每一寸的土地呢，拢有每一个众生伫遮受生死啊的一个足迹。啊，每一个众生呢，拢捌伫个每一寸的土地顶端。哦，底下生，底下死。哦，好比讲咱伫个，啊，来讲生的时阵是伫病院出世。啊，当然病院呢，迄嘛是一个地点。啊，啊来讲死亡，啊，或者是讲病死的，啊，嘛是伫地病院过往的。哦，那么遐呢，嘛是一个地点。哦，是讲咱伫厝内生，哦，伫厝内死。哦，迄嘛是一个地点。啊，是讲呢，哈，有个人撞到患祸，啊，伊是死伫路顶。啊，好比讲出车祸，啊，还是讲呢，啊，去予这个水淹死，啊，安尼，啊，所以呢，伫整个的大地呢，啊，其实，咱伫这个大地顶端，啊，每一寸的土地，拢有，啊，咱啊生啊个死的一个河底下，啊，每一寸安尼，啊，所以呢，佛伊就安尼讲。讲我观察大地，若要找到一寸土地，是
啊，一个众生啊，唔捌伫遮受过生死的吗？其实是找无的。啊，意思就是讲，咱受生死的这个处所呢，是无量无边。啊，那么无量无边呢，等于讲大地啊，每一个地点啊，每一寸的土地，拢总有咱受生死的一个啊，好伫遐。啊，安尼。搁再来呢，哈、啊！有福善言，我观世间幽静，不亦可得中野流转啊！不为泥定，若灭若乎兄弟姊妹啊！若归还师，若亲教师，若以尊重啊！若定尊重啊！你讲这个分呢？伊阁曾经捌甲地主开示啊，伊讲呢，我观察世间遮所有的幽静啊，世间所有的众生，那么有某一个人啊，伊伫无量劫啊，安尼生死流转以来，伊毋捌做过哈、啊、你的老母啊，毋捌做过你的老爸，还是讲做过你的兄弟姊妹。啊，还是讲做过你的归还师，啊，迄就是指阿舍利，啊，还是讲呢，唔捌做过你的请教师，啊，这个请教师就是指和尚，啊，所以一个和尚，一个阿舍利，啊，还是讲呢，做过你其他啊，属于这个尊重的对象，好比讲咱的师大，啊，咱的师大，啊，就是以尊重。啊，因为父母是咱一个尊重的对象，啊，除了父母以外，吼、啊，遮个长辈，啊，嘛是咱爱尊重的一个对象，这叫做以尊重，哦、啊，啊是讲呢，除了这个和尚，啊，阿舍利以外，其他啊，在佛法当中，啊，遮有修行的人，啊，迄嘛是咱爱尊重的代志，啊，迄叫做以尊重，啊。啊，搁在呢，吼、哦，定尊重，就是指咱的同参道友，就好比讲咱咧修行嘛，吼、哦，啊，搁咱的师兄弟，吼、哦，伊嘛是咧修行，吼、哦，迄嘛是咱爱敬重的人，吼、哦，啊，毋过因为伊的身份地位，吼、哦，含咱是平等的，啊、哦，伊并毋是咱的前辈，啊、哦，毋是咱的长辈，啊、哦，是含咱共辈，啊，所以讲叫做定尊重。所以今仔日佛讲这段话的意思讲，伊观察世间啊，这无量无边的众生，是毋是有某一个人曾经毋捌做过咱的父母眷属啊，还是讲呢做过咱的师长吗？啊，找无。每一个人啊，总是呢在某一世，含咱拢有关系啊，拢有关系，或者是做咱的眷属。啊，包括呢，啊，父母、兄弟姊妹，啊，也是讲呢，捌做过咱的师长，啊，做过咱的和尚，做过咱的阿舍利，啊，也是讲做过咱的前辈，啊，也是讲做过咱的同参道友，啊，就是每一个人呢，总是呢，在每一生当中，哈、啊，曾经，含咱拢有结过缘，哈、啊，含咱拢有关系。哦，若要讲某一个人跟咱是无关系吗？毋捌做过咱的眷属，哈、哦、啊，做过咱的师长，哈、哦，同参道友吗？是不亦可得的，啊、哦，就是找无，啊，所以呢，啊，这段就是根据眷属，哈、啊，眷属，哈、啊，啊，佮包括朋友，啊，这部分的角度。来甲咱显示呢，吼、哦，咱的生命其实是不定的，啊、哦，因为某一个人，伊若做过咱的父母，就表示讲咱曾经嘛捌做过伊的父母；某一个人若做过咱的兄弟姊妹，就表示讲咱曾经啊嘛捌做过伊的兄弟姊妹，啊、哦，还是讲呢，吼、哦，某一个人伊若做过咱的师长，就表示讲咱过去嘛做过伊的师长。啊、哦，所以由这段来给咱显示讲，生命体是无决定的。啊、哦，搁再来呢，哈、哦，犹如说言，若一波贴开了，
以一劫中所修身骨，假使有人为其积积，不难怀者，其量啊，其诸量各往下下切，攻破啊，协三啊，搁在全球佛的经中安尼讲，伊讲假使一个啊众生。啊，菩提开的就是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呢，啊，伊在一大劫当中所修的一个身骨，啊，好比讲这个人，啊，伊在一劫当中，啊，生生世世拢一直做人，啊，当然呢，那做人呢，都有一个啊人的一个肉体。啊，那么咱人啊死亡的时阵呢，当然就迄个肉体。哦，啊，个会遗留，哦，啊，毋过呢，当然，这个肉体，伊会烂，会坏去，啊，到最后呢，就变作一副的骨头，哦，安尼，哈，所以咱呐得到一个生命体，啊，到最后呢，啊，就剩一副骨头伫遐，哦，啊，那么咱呐伫一劫当中所修的生命体，当然呢，哦，迄个身骨就真济。那么，迄个身骨的量到底偌济呢？伊讲，如果有一个人啊，伊真有心，把这个众生伫一劫当中所修的身骨，拢甲累积起来，甲保存起来，互伊呢，卖烂啊，卖臭气啊，啊卖歹气啊，安尼。那么，所累积的身骨啊，迄个量啊，一直甲堆积起来呢？是超过什么货呢？超过这个王下城边啊的迄座公仆的协山。这个王下城呢，哈、啊，是伫中印度啊，这个摩诃德国的首都啊，首都哈、啊，中印度哈、啊，摩诃德国的首都就是王下城。那么伫王下城的这个郊外。啊，伫离王下城无介远的所在，有一座山，叫做公仆协山。啊，那么这座山呢真悬。那么现在哈，佛哈伊就讲，卡叔讲哈，那么一个众生，伫这个大劫当中所修的果报体，好、啊，那么当然呢，那是讲有一个技术，哈、啊，啊，甲保存起来，哈、啊，卖讲吼烂甲剩骨头啦，哈、啊。都甲保存起来，包括伊个迄个肉体拢总袂烂，啊，袂凹去，啊，啊，甲保存起来呢，迄个量甲堆积起来，其实是超过这座山，啊，安尼，啊，咱若安尼甲看，啊，卖讲公仆协山，都凊彩一粒山呢，其实伊嘛真大，啊，凊彩一个山，你佫较细个山，啊，其实呢，啊，伊个量啊嘛真大。啊，那么咱如果咱的一劫当中，哈、啊、所修的身骨，哈、啊、人死亡了后，就剩一个尸体在遐，尸体甲保存，吼卖烂卖臭，啊，然后堆积起来呢，竟然是超过一座山的量，可见咱伫一劫当中所修的身骨是非常多，啊，是非常多，啊，所以由此。嘛，会当显示讲，咱伫一劫当中所修的生命体，啊，是无量无边的。啊，当然，这个嘛会当去甲咱显示一个道理，就是讲呢，咱的生命体是无决定的，啊，是无决定的。啊、因为呢，有当时啊呢，伫一劫的生命体呢，有当时啊做人，啊，有当啊去天上，有当时啊来三恶道，也、啊、是讲做畜生，啊，所以迄个身骨。啊，迄、那个生命体啊是无量的，啊，真歹去甲计算，啊，所以由此呢显示讲，这个生命的一个无决定的性质，啊，伊无永远，啊，无恒常，啊，因为生命是无常的，啊，在一期的生命体当中呢，啊，因为无常的关系，伊到尾啊嘛是爱面对死亡，啊，嘛是爱败坏。啊，毋过呢，啊，无间断，佫得到一个新的生命，啊，新的生命啊，得佫有一副的身骨，啊，啊，讲，伊只讲哈，累积起来呢，啊，竟然是超过这个公仆协山的量，
哦，所以可见呢，吼、哦、生是不定的，啊、哦，这个意义。啊、哦，那么时间关系，咱今仔日、哦、研究到这，祝福诸位，弥勒尊佛。